他们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存在，如果你有幸找到一只，可以说这辈子就发达了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全球最昂贵的白化动物。第五名，白乌鸦。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呀，但是遇见这只乌鸦就不一定了，浑身被雪白的羽毛覆盖，和旁边黑乎乎的同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只乌鸦是一网友在日本东京拍到的，随着更多人知道了这个乌鸦的存在，起初啊还认为是白鸽，仔细辨认之后才发现是一只乌鸦，纷纷戏言它应该叫白鸭更贴切。由于那乌鸦看上去很虚弱，日本的一位动物保护者便将它捕获进行照料。不久后有人出价200万日元购买此鸭，但被拒绝，随后这位保护者就把痊愈的乌鸦放生了。第四名，极品白金龙鱼。如果一条红金龙鱼呢能标价16万的价格，那极品白色金龙鱼的存在就是有市无价。极品白金龙鱼就是我们所说的白化龙鱼，它全身雪白，身上没有一点杂质，游姿优雅，观赏性很高，嘴巴是带有两条龙须，名副其实的白龙。白金龙鱼的培育方式至今没有公布，就如同它的买主也像神秘的配方一样隐藏在一片猜测之中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一条白金龙鱼的身价是31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218万元，这笔钱在3-4线城市足够买一套品质俱全的优质楼房啦。第三名，雪狮，又叫白化狮。上个世纪在南非首次被发现，和常见的棕狮子不同，白狮的皮毛造就了它不凡和珍稀，目前全球仅存100只左右，因此就连一只幼崽都要大约15万美元，更不用提成年的雪狮了。它们的眼睛一般是浅蓝色的，有研究表明白狮可能是一种远古的品种，生活在北极最较为寒冷的地方，被冰雪覆盖的野生环境中，白色正是当时生活环境较为有利的保护色。后来经过生物的演化，这一物种逐渐消失，但白色皮毛的基因仍存在于现今少数黄色的非洲狮的体内，后经人为饲养繁育，形成了现在威风凛凛的白狮家族，不仅有王者风范，而且显得高贵和典雅。比起雪狮在野外的驰骋，第二名就显得脆弱很多，它就是白化鳄鱼。眼睛如同红宝石一样在点缀着身上，全身洁白如玉。资料显示，每100万只鳄鱼中才会出现一只白化鳄鱼，全球也仅20只。因为白色的外表使得这些鳄鱼存在非常显眼，在野生环境中不容易隐藏和伪装，同时白色的外观也使它们更容易被太阳灼伤，因此白化症动植物在自然界很难生存。因此呢，白化鳄鱼就只能生活在动物园里，过着饭来张口的生活。即使如此，价格9700万美元的白化鳄鱼啊，依旧是被偷走7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如果这还算昂贵的话，那第一名就是实至名归，白化熊猫。黑白的熊猫呢，我们习以为常，可全身雪白的熊猫你见过吗？2019年4月，一台野外红外线触发相机拍到了一张大熊猫的影像，从头到脚都呈白色，眼睛为红色，全球仅一只。直到2020年2月份，又拍到了这位害羞的白色熊猫，只见它背对相机，安静地发了3分钟的呆，又悄悄离去。看见这只白色熊猫，好吧，连黑白相片都拍不成了。真是独坐竹林如虎踞，绿荫树下养精神。他若不敢先开口，白鳄也要靠边走。如果我说他第一，大家应该没二话吧？不知道你见过最好看的白化动物有哪些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啊！